得观众朋友打一个招呼吧。现场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杨洋。欢迎杨洋。那听说你今天下午就已经来到了现场，提前参观了我们的展览，有没有什么种草的产品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？其实一进到展厅之后，就看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旅行箱的一个装置，我觉得很特别。然后呢，也听说这是这次最轻的一个新品了。马总应该是叫 Major Light。是的，叫 Major Light。那 Major Light 是我们Subset Black Label 是黑标的一个系列产品，它是用我们这个独家使用的专利技术克服技术创造的材料。然后它是坚韧轻盈，而且还耐饥寒。是的，是的。比如说我平时拍戏的话，去到地方比较多，其实对于品质非常重要。这款产品的话，它非常的轻，以及很耐磨，是我出行必备产品之一。谢谢杨洋和马总的分享。那么我们今天这一款新品呢，也会在稍后为大家揭开它神秘的面纱，重磅惊喜。让我们有请新秀丽品牌代言人虞书欣登场。